这件宽裤呢，我刚刚用目测，目测差 L 也可以，因为你自己看，这可以装下两个我哎、欸嗯，你看它的松紧腰，然后它又不是说拉那么松，然后穿起来我会落落，也不会，你看我穿起来还是很 OK， 而且它是女生最喜欢的点点，有没有？点点的，而且任何身形都可以，你知道吗、嗯？所有的地球人都可以穿，我觉得地球的人好像都可以穿这件、欸，这件都可以穿得下，而且它口袋。它口袋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它这个材质呢，它是属于厚雪纺，但是呢，它超滑的，它滑到不行哎、欸，它很像没有穿、欸。那小哈可以坐在上面溜滑梯吗？我觉得里面可以，这边小哈藏在里面，因为它是宽管裤嘛，嗯，它是宽管，它裤它不是裙，它看起来很像长裙，但它是裤子。这边我觉得小哈可以藏进去，小乐藏这边，两只都藏起来，有没有这样子？可以耶、欸，是吗？而且它很舒服。